知道什么是怕啊。是，哎呀，妈妈回来了。为什么不去前面呢？是吗？可以跟你哭呢。真的、哦？对呀、啊。有什么好哭？妈妈跑掉了呀。哎，去吧，找妈妈。去。我想喝东西。啊，你要去西北了。
帮你介绍。我就不要带，我就不要带。看一下就。我爱吃吗？有鱼货哦。哦，这什么鱼货？啊，这大尾的。哎，先来。行啊，行啊，哎，臭车袂行来。臭车行啊，人讲臭车行啊。哎，多谢啊，阿姨，别客气啊。多谢老的螃蟹。哎，好。好。一点都没有腥味。行啊。你可以。我们到云林古坑喽。烤鸽，刚刚才吃吧。那在这里哈，在这里买票。他老板，哦，老板在那，老板娘来了。以前是讲那个。嗯，对。对。要搭船吗？哎，搭船。好了，你还不下去？你要下去啊？没事，就刚吃一下下啊。哦，两大一小哈、哦。哦，还要算票吗？他50块保险费。哦。不敢吃，我以为开了就可以吃了。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啊。啊，可是看你敢不敢吃，可以喝喝。比较深，哎，比较深烤一些。哦，原来。好像4-5年前来过一次。是啊。已经忘记了。谢谢。哎，不会，它现在滚滚这样子就可以。哦。哦哦，成型了。小薇在喝奶呢。快呀，来！好。哎，看到没啦？这是。
哦，是隔壁啦，是隔壁，要再过去。不想到这么好，没人。中间啊，边边好了，这里好了，这里。太阳光可以往后挪一下，各位美女帅哥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非常欢迎来到台南啊七股区龙山里龙山码头搭乘永顺一号。二号先出去，客车的余热减少发生的。二号站在水社会最成熟中心。我来转了，这是台南站吼，转过去的。我们家我车水要跑的吼，那后续就在我介绍我们两九分区吼，发现正在的东西了吼。然后呢，二号站在水社会变成碳酸呐。海水酸软严重的话，好啦，这个右手边的挖土机，好，看到有辆车子呢，经过西边六十一线，三角出风三十多年哦，吼，它有多长啊？300米，三角形定是我这大概就三这个形状啊，四边形的皮拿到两条的耳垂，啊，四边形的是定是网哦。走路的，只是走的啦。为什么头是圆的啊？所以螃蟹的走哦，那走的方向有关于它的头了，跟身上体型啊。你看一下有没有招潮蟹？小时候看过招潮蟹吗？这边有招潮蟹哦。我早上有看到，不然现在没有。对，它是红树林啊。来，左边是台湾四种的，有哈。公的怎么看？母的怎么看？公母怎么看？公的还是母的？没有特别立一个碑，对啊，柏林之树啊，对啊，你应该很喜欢这里吗？哦，这里蛮漂亮的。对啊。我被你把带带不掉，带不了啊，带一下就扯掉了。
上站到没什么。什么？对，以前都是木站板，现在这个坐的还是都有这些。修，柏林没来修。
老虎，你看，有老虎。我们坐摇椅好不好？走，坐摇椅聊聊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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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一小，坐坐，坐坐要不要？哎，坐坐，嘿呀，嘿嘿，嘿嘿，哼，干嘛？哼，嘿嘿，会怕怕。对，怕怕，怕怕。好，来，来抱抱。哎呀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抱，爸爸坐，好不好？爸爸坐坐。嗯，爸爸坐坐。干啥？干啥？哎呀，这么喜欢玩这个，嘿嘿，爸爸拿拿。哦哦。这个就它松口，然后往前推它，撞到牙齿。我刚刚就预料会这样，就是它自己咬住，然后自己跌倒，然后就吐到自己嘴巴，对不对？好了吗？还要不要玩？还要？还要不要玩？林安。你自己要玩，嗯，你自己要玩的。去吃早餐。哎，牛肉可以吃吗？可以吃牛肉汤。我们去吃吗？牛肉汤。还是什么大台南公车哦？哎呦，电动的哎，是啊，哇，对，台中那边，台中是那个是电动的吗？是啊，那轨道哎也没有，那也不是轨道啊。哎呀，不过16秒，走，直接走。滴滴滴。没有啊，看不出来，它就叫有爱，有爱牛肉汤。台南古根外面看起来好像很不错，可是它就是很老的老宅，就感觉。你是想喝完奶吗？很想喝啊。好好好。嗯。牛肉汤很好喝哦。吃货吗你？会喝的，你看，刚第一口不会喝，现在会。
喝牛肉汤，变得会喝汤。真的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好，我等一下这里喝，来，太喜欢了。这个小朋友都做的摩托车嘛，因为我无陪了，抓物件。哦，不然你给他喝，再喝一点再喝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这么大了，哎，好，谢谢。老板，我加一点点汤，加到半碗了。那你能不能拿一个小碗？小碗啊，我们把那个哦，就是装给他的按摩。好好好，这样比较好。对，嘿嘿，猪油拌饭加蛋，不能吃啊？他不能吃啊？还不能吃？哦，就是蛋是生的。对，蛋。我妈刚刚要教那个熟的才对。五分熟？是啊，他可以吃饭吧？不要啊，那么腻。那喝点汤就好了。对啊，现在它就假，因为它其实蛮轻的。哦。好，来来来来。你在冒泡？它在。可是还是有喝。有。哦，流那么多。要弄个大毛巾还是什么？要不然手巾，要不然多帮我多拿几张卫生纸，因为它还是会多少会流一点出来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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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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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连德堂没人了，一组，你惨了，已经买走了，你惨了，你要请吃大餐，请吃大餐吧你，众人没了，刚刚有人入停车停好吗？这狗屁。魏征吗？都魏征，对，好，所以是要三。可以六包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三个人可以六包，好，就位置就对了。对。味增煎饼也是有涨价。我知道。对啊。我们是什么味增煎饼？对，味增是没有涨，蛋跟花生贴起来的那个。对对对。那个有涨，8月1号涨5块。鸡蛋也是有限。对，算在一起，都是240。你看我们有大餐吃喽，我们有大餐吃喽。你看，来了。我就说我用杯，没有，不是，准备走了。要不要走一走啊？要走什么？要走什么？你看这人家来买，你看。屁呀，只是经过而已。屁呀。
好来，再赌，再赌，再赌。好，你要输。你还要再赌吗？这是慢的。你输了，你输了。哎呀，中午想想看要吃什么，小妹。小妹，你想想看要吃什么？高雄最好的八五大楼牛排大餐。哎呀，那也不是最好的，好不好？那高雄这个什么？哎，突然要吃大餐，都不知道要吃什么嘞，怎么办？那就不要吃了。家家户户都有一台这个，对啊，然后后来还有黑色的，对不对？二十块钱。啊？哦，拍照啊，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耳朵很硬，要点一下。好了好了。1299。我靠！我操！1299我已经给很高了，没想到。它是木头的。哦。真的是。就是好像不应该跟老东莫忘初衷。来逛这个，对不对？我应该要跟那个无印良品爱同好者一起来。这很像以前我阿妈穿的，这双面穿，哎，这是双面吗？好像我阿妈穿的。我光觉得哪个颜色比较好看？我看我以前我阿妈的颜色都很像这个颜色。哎，来。做朋友，而是想温柔牵你的手，我还想偷偷跟着你走，哦，一起走给你战斗眼球，因为我足够 international， 为了你每天都想过时装周，今
听听我说爱你，给你我最真的心意，陪你只是为了懂你的心，想念你，全世界的一切只有你不能代替。 Baby 为你小小送上了巧克力，快点回答到你懂不懂心，最后一秒你的拥抱让别人着迷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大家拜拜。我不想和你一直做朋友，而是想温柔牵你的手。想偷偷跟着你走，不太建议，因为其实风月它里面的量已经很多了，那再多的话会怕它不够营养，因为五分蛋的部分。那这个好了就直接，这个里面的肉条微波了。最真的心意，只是为了懂你的心，想念你，全世界的一切只有你。昨天那个生那个科，你也敢提哦？那个科你都说要烤久一点，这个人们也要烤久一点。
清晰，我深爱着的你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被刻上专属印记。哦，亲爱的，谢谢你温暖我的思绪，给我竟让我洗这一生拥有你是最浪漫事情，在我的生命里我会陪你在每个四季。吃饭吗？我有点低音感。有啊，扑鼻而来的中药味啊，熟悉的味道。对啊，充电。真的不是这个吧？它这种是没有包的，所以不喜欢。嗯，出来很多小孩，感觉以前感觉都没有，是因为大家都已经中过。我也把菜交你走。小薇睡着了。北京特别适合他睡觉。去看一下，我们先大人优先。这看起来有点盖的正经，不用花真心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的小孩子。
有展示的东西的。这是什么？哟，写的未来。语书的盲目约会。送给你，你自己写一本，然后送给别人，把自己的挑一本，是不是？就是，我猜里面每本书都不一样。哦，盲目啊，因为他把它包起来。就挑一本。那我要怎么那个？嗯。就自己挑，可是是不是要付费还是租借？这里有写。是怎样的方式才可以？不提供解密书，木茶先茶叶，每人每天限借三本，就是用借借的，借的还有包装。这边还没开。那边不知道。有没有东西？哦，对，没有。嗯，对，我看那个商品。让全世界知道我的
花男孩。没头啊。哎，这个帽子。是。哦，这拍的只能他，背景是八五大楼，对不对？前景是小薇。你看那个水池嘛，游泳池的那个水，那个游泳池的水的反倒影。质量没被热坏，蝉鸣声响起的刚才，夏天的氛围一下子出来，我们的幸福看得出来，家里好多盆菜，阳台已有好多菜开，我们猜拳决定谁和谁来，让我赢了，你要梦你耍赖。对，就是慢慢的给你自在，天没关系，你的未来有我等待，我就是对你宠爱，想要说 baby 我在，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厉害，让你遇到再多的烦恼无碍，是你的未来有我等待，我就是对你宠爱，想要说 baby 我在，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厉害，让你遇